堡垒之夜新赛季竟然更新了坦克，这也太酷了吧！一炮可以轰很远，而且伤害爆炸，头都要被轰烂了呀！而且现在也不能打板子了，只能互相对射，简直就是萌新的福音呀！考验枪法的时候到了，哎，我板子呢？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巨阳兄，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赛季首胜。现在堡垒之夜里完全不能打板子了，而且初始就给你50的护甲。哎，这是什么新道具？这是新加入的道具焊枪啊，这个有什么用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有伤害的，是用来纵火的，嘿嘿。啊，不开玩笑了，它是用来切车的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看这辆车完好无损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成两半。哎，怎么没反应啊？好吧好吧，其实它是用来修车的，我们把车破坏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用焊枪把它修好。你们看，当然它也可以用来修坦克，我觉得就是用来修坦克的吧，并且这把焊枪还有伤害，不过得贴得非常近才行，而且伤害极低啊，打个人机还行，玩家的话就只能是找死了。大家千万不要让我挑战啊！新赛季也加入了几把新枪，咱们慢慢挑战。强烈建议大家用这把二连发，没错，二连发现在能开镜了。大家还记得这把热成像吗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，但是出现在这个版本，嘿嘿，老六的噩梦啊！不能打板的话真的是神器啊。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，不能打板怎么上啊？这直接爬上来了。没有错，堡垒之夜新加入了攀爬动作，现在不仅有滑铲还有攀爬，这还是堡垒之夜吗？反正对萌新是越来越友好了。喷子的话，我建议大家用这个弹骨喷，非常的暴力啊，只要按住它就会一直喷，敌人换弹的功夫已经把它打死了。这把喷子就叫冲脸喷，贴得越近威力越大。有人追我，咱们先搏击一下，然后卡个视角，用冲脸喷叫他做人。过来了过来了，我看见脚步了，咱们卡个视角啊，等他过来，冲脸喷直接冲。哇，怎么样，威力大不大？金色二连发必须拿上呀。有人在玩坦克，不能让他进决赛圈，不然一炮一个谁受得了？打坦克就得打一下就跑啊，被他盯上就完了。看来他不太会玩啊，都不会预判炮弹的。咱们在这里和他纠缠一下，必须把他除掉，躲在这棵树后面还可以打一波。哎呦，会预判了，但是没有预判准啊。 no， 赶紧跑了，圈也过来了，打不了啊。再见，在桥洞底下躲一波，有个人上去了，他们应该会打吧，看看什么情况了。这个圈我上不去。哎，哦吼，在坦克里下来了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，感觉把他给喷懵了，哈哈。这个坦克被我打坏了，应该是走不快了，咱们还是别开了。补一下护甲，然后进决赛圈。这边藏着一个老六，他还没有发现我，居然在打乌鸦。对不起了，偷袭一波。哎呀，有柱子挡住了，这完了完了，没有秒掉。咱们还是故技重施，卡他一波视角，你过来了就是你的死期。哇，这是个会玩的呀，差点把我干死。有车，扫个车吧。哇，这个二连发扫车是真不行啊。往哪儿跑？往哪儿跑啊？我这枪法也太水了吧，应该是打不死了，不过给他破甲了，嘿嘿。我想要那辆车，现在不能打板子了，我们决赛圈需要掩体啊。这辆车就是一个不错的掩体，而且他还改装了，看到前面了没有？现在出了一个铁铲道具，把它装到车上就可以撞烂任何东西，如果把它扔到地上还可以当掩体，非常的不错。决赛圈了，咱们找个好位置吧。这个小房子不错，希望没有人。把车停在这里吧。 OK， 进可攻退可守，我现在用的是一把新的冲锋枪，战斗冲锋枪，还不知道怎么玩，下次我们挑战一下吧。咱们先把这个高点的敌人解决掉，他对我比较有威胁啊，不敢露头了。哎呦，在这儿，来呀。他也是二连发，不能打板就得考虑一下进攻时机了，不能让渔翁得利了。咱们补给一下，系统送的护甲是自动恢复的，看我这辆车是不是很有用处，这样我的掩体范围就扩大了。这边应该有人啊，一共还有三个人，右边山坡上有一个，另一个就只能在这里了，这个石头后面。嗯，有人扔雷，别炸到我，不会炸到我吧？哇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我居然被车撞到外面来了，幸亏我们有一个弹射手雷啊，吓死我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的血量就见底了。等等，我还要看到上面有肉，真的有啊！天无绝刃之路啊，这局吃鸡稳了。不要让上面那个打到我，不要让左边那个打到我。这我被夹到中间了，感觉先把左边这个解决掉吧。圈过来他肯定会跑，对，就是现在，你往哪儿跑？拜拜。怎么说，我决定在这里守他的物资，我觉得上面那个人没血了，他肯定会下来拿这个甲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啊，没下来，好吧，
哎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来呀，对 A 呀，完了，挑战成功，就差一枪啊，兄弟们，还好我在这里架枪了呀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后期还会有更多精彩挑战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，点赞关注啊。